现在这一次我们台北市的疫情哦，还是万华最严重的，所以我们觉得说万华必须要特别补助哦。那目前这个经济部有针对这种业者，你知道哈，这种他们是以员工数的，每个员工补贴20000嘛哈。那我觉得我们台北市也不用再去另立名目，你知道，直接在经济部的补贴上面，你知道，我们就加一层哦，这是给，特别是给万华地区的商家，你知道哦。那细节等一下我们这个产业局长会说明啊。但有人想说，那、啊、如果他是5月6日才新开的店，他根本没有什么税基啊，没有以前的资料哦，也没有包括在经济部的这种范围，怎么办？答案是我们就至少我们还是减半呢，花给他哦，因为是新开的商店，所以。原则上是旧的店价，你知道哈，每个员工就在经济部补助的基础上，你知道哈，我们再加一层，就是给万华地区，因为这次疫情它显然是受伤最重，